中国历史上最有权势的太子是谁呢？自然是被朱元璋独宠了一辈子的嫡长子朱标。师的身份，他们都是朱元璋的左膀右臂，这不明摆着是在给朱标铺皇帝之路吗？就在朱标22岁的时候，朱元璋下了一道旨意，朝中正式先启请太子处分，然后奏文，就是说以后所有的事情啊都让太子处理，最后啊告诉他结果就行。这得对儿子有多么大的信任，才能做到如此彻底的放权呢？清朝的康熙皇帝也曾经对太子胤禛这般放权，可是康熙对胤禛的信任程度就完全比不上朱元璋对朱标，他一度对自己的儿子进行了两立两废，到最后胤禛只落得了一个被圈禁的结局。所以说皇帝给太子放权，如果太子本身就没有极深的城府跟忍耐力，通常下场都不会太好。那么朱标的政治手段又有多么厉害呢？在朱标的执政期间，明朝四大案爆发，但是朱标经过手的就有三件，影响最深刻的就是胡惟庸案。胡惟庸作为明朝初期的丞相，权力大到可以代替皇帝批阅奏章，感受到了极大威胁的朱元璋果断下令将胡惟庸和他的党羽一同处决，其中就连累了朱标的师父宋濂。为此朱标特意去朱元璋面前求情，希望能够保下老师一命，这可就是公然和皇帝对着干呢。朱元璋自从当了皇帝，脾气是越来越差，动不动就暴力来解决问题，但太子朱标却很能包容旁人。朱元璋曾数次在政治意见上找茬，往往结果都是朱标更得人心，只是很少有人能看得出来，这些行为都是朱元璋故意做出来的，目的就是为了衬出朱标的仁慈。为了培养这个儿子，堂堂皇帝不惜自毁形象，可见他是十分满意这个接班人了。朱标的人品口碑，就是他的兄弟们也都非常的敬佩。二弟朱赏就因为性格原因犯下过失，让朱元璋气得直接要依法处决。
幸亏有朱标从中调和，劝好了父亲，还温情了兄弟。之后建文帝朱允文继位，在政治决策上有着许多错误决策，但朱赏一脉始终都在效忠，这不难看出他对大哥朱标的尊重。可惜的是，操劳过度的朱标因为一场风寒去世，多年的心血付诸东流。朱元璋是悲中生怒，把蓝玉在内的数名开国功臣，同时也是太子党班底的人相继处死，这也就给了后来建文帝强行削藩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提供了相当大的便利。如果这些人都还在世，朱棣哪里敢造反呢？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点击关注，咱们下期再见。